鼓声隆隆，台南慈中太古队为慈济安平联络处默哀圆游会欢喜开场。一样是鼓声，却是完全不同的感受。来自安南区盐田里关怀据点的老菩萨，慈济志工每个星期带着他们乐龄学习。安尼较欢喜，较娱乐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大家安尼规定，安尼讲，安尼老只，安尼唔只好吼。 不断充满是不了。以感恩心共襄盛举的，还有慈济组合教室的远见学校，特别是大光国小带来曾经到英国演出的义正团队。光国小在这一次全国的校舍拆除重建的过程当中，我们有即将接收到慈济的这样组合屋的一个帮忙。之中呢，还有我们原组合教室的远见学校，一共有五间学校。 都来参与游戏。你愿意救地球吗？你愿意吗？我愿意，通光你。回收纸箱做成的迷宫，走一趟救地球，人人做得到。吃素爱地球。然后出门呢？出门带什么？手帕，环保餐具。 分站游戏每一样都是环保DIY，园游会爱心汇聚，捐助国际赈灾外也落实环保救地球。大爱新闻派曾瑞平台南报道。